古往今来，有多少英雄豪杰，都被这块石头害死了。醉将出京，叩报丞相。刘备领醉将把这传国玉玺带回来，献给主公，却扣下了50,000兵马。 说是用来驻守徐州，以防袁绍大军来袭。徐州原本就是我的，我的。我自有车州将军把守，跟刘备何事？50,000兵马如何丢失了？那天张飞设酒宴，把醉将的都给灌醉了。等我醒来时，已被绑在了车上。刘备令我。 把这玉玺献给丞相，我要他何用？推出去斩了！丞相，饶命啊！丞相，饶命啊！丞相，饶命啊！丞相，丞相，饶命啊！丞相，曹仁，末将在，即刻给车州增兵30,000，让他。 严防徐州，告诉他，刘备胆敢来攻城，即刻擒杀，提头来见。遵命。报，禀丞相，据败兵回报，徐州已经被刘备占据，守将车胄也被关羽斩杀，徐州各郡都已陷入刘备手中。 绝对不可能！车胄有80,000精兵驻防徐州，80,000呢！你就算是80,000个馒头，刘备也得啃上半个月，怎么可能说丢就丢？丞相，完全有可能。你说什么？丞相，刘备奉命出师，他手中有一枚您颁给的兵符。 丞相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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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丞